阿飘仪啊，从飞机泰国，坐泰国啊，被抓了是吧？然后走进去缅甸。没，就他们是那一组人呢，你在同事啊，被扣押了，管着钱了，扣押一个月，他走进去了，在海地里面算是公民，你想啊，这样多钱啊，这多啊，这多了，这多了，回来了。我一直跟踪这个，因为他们那个教师在跟我们那个，哎，那就是喽，人家不是那个被捅第一名了，你记得吗？啊，对的，是的，嗯，哎，那个被扣8个月，哦，那个很大，8个月，那人类人也是扣8个月。船长跟船扣8个月，其他那些钓鱼的他给他回来，可是他的听力，你的 equipment 问题，钓鱼的 equipment 问题不会动，听得懂吗？那些那个 tourist 他们每人给了900块。
你在哪？回去，你先。